前进，要去环球影城里面。现在雨中漫步，对，现在环球这一站，然后正往门口走，好多人。今天下雨，我们查了我们的日本行，唯一一天下雨，就在环球影城这一天，对，真的是傻眼。舅舅，耶！今天是来到环球影城，是我们这六天最重要的行程。其实很久没来了，我上一次来应该也是有，应该有六年前了。哎，先生没来过，所以他很兴奋。那重要是，你还有一个新的点可以看，就是米千总。对我来说，这里是最重要的点是 Nintendo 的那个园区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玩。我们又买了快速通关，所以我们是可以进去的。那我们就出发啦！我们现在要来到侏罗纪公园，要来做我们的飞天翼龙快速通关。我们现在变这样了，然后不用拍，因为下雨，干脆把雨穿起来了。好刺激哦！现在要来这个游车河，这个好像是会冲下去的。我们现在去，又是一个湿身。我刚刚玩那个飞天翼龙，头发整个全湿了。我没有超级恐怖。它不能穿有装备的东西啊，因为它很危险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再度湿身。由朋友来示范什么是快速通关的快感。在这么多人群中，我们会一路一直穿往前冲。抵达了，我们都不用排这些队伍，直接抵达终点。请问 A 先生，你第一次感受环球影城的快速通关感觉怎么样？超级快，真的要买，大家一定要买，真的很爽，对不对？对，超赞。城堡了，准备排它的游乐设施，炸弹，好可爱！库巴城堡的快速通关，它沿路上的装饰很多，会让你想停下来看一下。对，所以人家都说会想要。不买快速通关，因为如果你照着排，你会看到非常多库巴的城堡里面的装饰。
是赛车游戏哦。是哦。嗯。我们要进去设施里面哦。酷霸挑战。酷霸挑战，这是干嘛？是赛车吗？赛车。等着我们拿奖杯。没有买到无敌星星或者马里奥车车的爆米花桶，我们本来抱着必买的心情进来，结果卖完了，现在才两点，竟然卖完了，好夸张哦！这个园区太恐怖了。我们只好解解馋，买一般的爆米花。哎，这个小孩在说什么？狂拿金币。OK。可是那间餐厅在哪里啊？不是外面的。我们在任天堂的商店这边买了一瓶饮料跟一个龟壳炒面包，这个是饮料，里面装的是可乐，然后这个里面是炒面包嘛，而且还有药师伸手把它吃进来的画面，好可爱。这就是我们买不到无敌星星，就是买这个过过瘾，比如我们受伤的小星星。是啊，香哦。炒面出现了，咸的哦，好吃吗？就这样说可能不太好，但是比肉包好吃。明天再吃。有气势哎。真的，这个毛嫩的口感，我觉得它是一个甜食，但是它是个甜食的感觉。哎，这样子有比较好喝吗？有蘑菇味。可爱。终于没有雨了，我们终于可以把雨衣脱掉了，开心。在马里奥乐园里面最后一刻停雨了。我们到哈利波特了。有来过啊，是 A 先生没有来过，没有来过，对，来体验一下啊，我是哈利波特迷。霍格华兹 Express， 霍格华兹特快列车，这实在是太像了吧？嗯，这跟电影几乎一模一样啊。对啊。霍格华兹的城堡，去玩那个快速通关的游乐设施，在城堡里面。我们现在这算是我们的倒数的几站了，我们现在在排吉拿棒，那排完之后我们可能会去逛个商店，就准备要回家了。今天也是一整天累了，脚真的真的快崩溃，脚真的快炸掉了。然后每项都要排队，连吃的都要排队。我们基本上没吃什么东西吧？但好险我们游乐设施都没有排到。对，因为我们就是玩了我们的快速通关的那四个项目。对，赞！一脚从裤子吃到现在终于赞。最大的感想，必须要买快速通关，必须要。而且大概四项就够，不用买到七项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整个大哭了，好感动哦！天哪，这什么画面啊？我帮你记录下来了。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放到 YouTube 上面去。对，这一定要放。对，变成永恒的纪念。不要哭，不要哭。哭到丑了。在这个这么有纪念的后真的。这里面都干得好。饭店旁边的饺子店点了饺子，然后看不懂，所以不小心点到了两种不一样的炸鸡，一个是加柠檬的，一个应该是美乃滋吧，对。然后旁边还有 Seven， 买了一些饮品，一个饼干，还有一只热狗，好可爱，日本特有的。这样加在一起，你说它会一起挤出来？对啊。饺子，好咸哦。普通。这个原味怎么都那么大块？这好像是我刚刚看到的哎。刚才在店门口，我就想说，我好想点的这样这么大块的炸鸡，还真的被我们乱点点到了。要加点什么？哦，好脆！我觉得日本炸的炸鸡都好吃啊，超大坨。它是不是美乃滋蛋？蛋沙拉。日本美乃滋还蛮好吃的。红茶花钻是永不败的奶茶，每次来日本都是狂投这一瓶的贩卖机。吃热狗，帮热狗蘸酱，冲击一点。特别，很好吃的。这个在台湾卖超级贵的冰淇淋，这一盒 我记得在台湾卖100多，不可置信，买不下去，所以在日本看到想说买来试试看。我刚刚有吃一点，几十块而已。刚刚有吃一点，很好吃哎，我觉得它里面是。有点像雪之冰，有点像碎碎的冰淇淋，冰沙，对，有点冰沙又不冰沙的感觉，有点刷刷，炼乳这样子直接勾在里面有点太甜了，它炼乳是直接滴在里面的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。Bye.